灯光师就走到远方，看着远方说：“妆化的好不好，怎么会是问我呢？他不是明川老师很厉害吗？”一打开，他的妹妹还拿着我一个Chanel的包包，我要去开车嘛，我发现有车不见了。为什么这些我都不敢生气吗？就是因为我用我的名字帮他贷款。每晚11点 ，TVBS 11点热炒店。